是吸引力，爱是吸引力，爱是我和你。喊着口号慢慢出场，丢丢妹带头，后面跟着的是艺人炎亚纶跟姚晨耀，手上还比着特殊手势。两人26号登上丢丢妹直播，原来是要宣传新戏，但丢丢妹当然不会让两人这么轻松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有那镜头特写，姚晨耀快点。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哎，是替粉丝谋福利，炎亚纶、姚晨要猜拳，输的要露身材。炎亚纶虽然赢，但也逃不过现场大家手掌心。丢丢妹默默看之外，客人也受不了。姐姐默默看嘛，看有没有？你是不是有在？你是不是？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有没有比你大？阿姨安全帽都来不及脱，直接冲进现场验货，让现场嗨翻天。线上更涌入20000人来看，只是来到丢丢妹的直播，要体验的环节还有这个。老丁就老卡，老卡就老丁，爸爸就阿妈，阿妈就阿公。不管你几岁，祝你整个吃到2350岁。哎，我是炎亚纶。没海参，没牛吧？哦、oh, ，我是本身老师，本身老师是我。好尴尬，好尴尬。尽管微尴尬，还是让全场都笑疯了。炎亚纶后来也卖起螃蟹来，不管你是会蝶式还是蛙式还是仰式，你只要会吃蓝蟹，你就什么都会了。随后炎亚纶也接受丢丢妹灵魂拷问，被问到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，他先是喷笑，后来则坦诚都没有，回答耐人寻味。整场直播效果满满。TVBS 新闻的黄昌勋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